我们有很多的音乐家是通过金钟奖走向了这个国家的平台，国家的舞台，走向世界的舞台的。这些音乐家们都是在中国音乐的这个感召下面，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在付出自己的努力。今年的金钟奖我们来的乐团比较多，作为中国音乐的副主席，我是也责无旁贷。我觉得很多的演出也体现中国现在交响乐的整体的这个水平的一次检阅，我觉得挺好。之前咱们的这个金钟奖是在广州啊、福建啊等地，这个是在成都是第二年是吧？对，嗯，到这儿来感觉整体的这个音乐环境，包括跟音乐家交流，感觉怎么样？四川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音乐人才的这个培养基地，出了很多音乐人才的。像我们大家熟知的小金家、宁峰，我们一直开玩笑说，我们中国爱乐团的川军很厉害，很大一部分是从四川念了附中，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建大学，然后在中国爱乐团里面就成为这个顶级的演奏员。我们中国爱乐团特别高兴来到成都演出，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团里是川军最多的乐团，因为有他们，我们中国爱乐团才所向披靡，我们成为最好的交响乐团。所以感谢所有的四川给我们培养了这么多的音乐家，谢谢你们。除了来参加开幕式，还带来了自己的专门的一套音乐会，陈志刚老师的悲喜同源、小金协奏曲和英雄生涯，这两位独奏也都是成都籍的，所以很有意思啊，独奏。曾诚老师我们首席，刘瑞是我们副主席，但刘瑞上半场演这个悲喜同源的小提琴协奏曲，应该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在这么样一个国家级的乐团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又回到成都来，而且他们带来的是世界级的这个演奏，对，他们就是成都带给全世界的音乐，所以这金钟奖在成都办也是意义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大家都觉得您的眼睛是很厉害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嘛，包括这个郎朗啊、这张浩辰啊等等哈，这些推出来这些新人，一个是确实在这个世界乐坛上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其次年轻人也都很喜欢。那个郎朗是我这个肯定是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这个是百年不可遇的这么一个这个钢琴奇才，尽管我年纪要比他们大，不特别像浩辰。很多在后期这几年里面演员一起工作的很多，那他们都是代表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批就是闪闪发亮的一批音乐家，而且他们的成就不仅限于就是国内的舞台、国际的舞台，他们甚至会在音乐的史上会留下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笔。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来说，我非常欣慰，就是中国的在这个音乐界里面，特别是古典乐，很多年轻的有才能的孩子不断地在涌现出来，无论从指挥、独奏，包括声乐的，包括民乐的，我们民乐也是出了很多人才，甚至00后，像00后都已经冒出来了这个音乐人才。比如说，我知道您之前跟这个大家都挺喜欢的欧阳娜娜也去做一些合作，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进来去感受、去听。对，娜娜也是一个内心热爱音乐的人，所以我是鼓励他跟我们多在一起，多开音乐会。这年轻人除了这个工作以外，跟音乐在一起做朋友的时候，我相信对娜娜的这个成长也会有很大的好处。我们音乐是行业，就是个薪火相传的行业，所有的这些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成就，都跟老一辈前辈这些他们音乐大量的音乐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从肖尔梅、黄自，一直到贺鲁丁啊、丁善德啊，一直到后来李德伦啊、黄玉军啊，那时候对音乐的这个培训工作、培养工作和音乐的这个普及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是不容易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何等的艰难，那一路上这么一代一代这么过来，生命不息，音乐永存，这个一直在推动着中国的这个音乐事业。对。
对，但他也需要一个老带新的过程。那都是，那都一样，我们也是老一辈带出来。我记得我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刚刚20多岁，从德国留学回来，在国内开第一场音乐会，那李德伦先生他们都是来看我的音乐会，然后一直我也是受教很多年，一直是不断的就是提点我们，是吧？就给我们一些指引线，正确的一些价值观线，一些作为艺术家的一个方向，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现在您也是通过您自己的方式，或者是爱乐啊等等这些平台，然后去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我尽量吧，我觉得我尽力做好一个某一个环节上的螺丝钉，能够把它拧住了，就是能够顺利的把所有的这个青年的这些人才能够带向我们职业的平台，而且对我自己来也是一种学习。就是说在教他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是一种学习，因为你要跟学生说明白很多的这个道理缘由，加上你的工作的经验，觉得你说的以后，哎，他有更有想法，跟您之间产生火花。不止这个，有的时候我跟他们学，尤其现在年轻人，他的由于现在科技的发达，他的资讯量也大，他了解东西也多，他们有的时候甚至他们的想法让我经常会眼睛前一亮的，我觉得哎呦，真是成了另一代人了。大家说的这个躺平，我是不太认同的。躺平，躺平这俩字比较时髦哈。我跟很多年轻人说，我说我不太赞成这事。积极的人生是靠自己去追求，对吧？你今天如果错过了这个追求的这个时间，可能以后你自己后悔是抓不回来，就这是肯定的事儿。尤其很多的，就像我们搞音乐的，他的技能的训练都是在最年轻的时候。对，他们的青年时代都是非常辛苦的。所以音乐家都是很自律的人。对，你是这句话说的非常对，就是其实音乐家的要求是非常自律。音乐家是应该是个非常理性的。你看这个一个钢琴家，他的演奏的时候脑子是非常清醒的，他对所有的时空的转换、节奏的转换、这个音色的转换非常敏感，而且非常提前的预知性非常强。眼睛看着谱子，耳朵得听着所有的其他声部，对，手上还得交叉着在进行，这个绝对是左右脑，绝对是左右脑的工作，对不对？都非常发达。是。所以就是说，做音乐的人他必须得是理性的，然后欣赏音乐的人，我可以充满感性的去欣赏。没错。充满想象力，我觉得音乐带给所有人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想象力。我觉得想象力是尤其重要，对于尤其青年一代，今后中国无论从科技无论从艺术都需要有想象力的人。其实很多的父母对孩子的培养在音乐上来说特别重要的一条是通过音乐培养他的想象力，而不是真的去培养他当一个音乐家。大部分他还学音乐只是希望他能带动他对音乐的热爱，或者说不叫学，或者大家去感受，我就学这个字儿，似乎学了就你必须把它学成什么样。音乐是更多的是让你去感受它。对，就是您说的热爱，这个东西比较重要。你去感受它，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分享。小孩子跟你说，哎呀，我可能听到一个什么样，我看见一个什么东西，我自己的感受是，这就是他想象空间的开始。要鼓励他们，说我是一个搞音乐的，所以听完一个交响乐以后，然后告诉我或者一个钢琴协奏曲说我说的就一定是对的，你说的就完全不会。音乐是特别公平的东西，你听的我听的都是对的。所以我一直说音乐好比是水，人好比是容器，那汪水对只是进了方的容器和圆的容器，对吧？进到我这儿可能是个方的，进到你这儿是圆的容器，它还是这汪水，然后你的感受你是用圆的给它包住了，我用方的给它包住了而已。所以这个也是音乐的魅力所在，我觉得它能拥抱所有的人，鼓励他们把他们听到的能够反映出来，表达出来，让他们表达。这人的一生啊，那么漫长，要经历那么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有很多苦难。如果说一个人连音乐他都不懂得去欣赏，该多无趣啊。那倒也不见得，我就认识很多很有趣的人，他音乐是不听的。真的，这个我觉得也不见得，什么事情都不能绝对来说。能听音乐当然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有些人他对音乐的诉求的没那么高，他用其他方式去完善他的人生，我觉得也是可能的，对吧？我一直在说音乐经常是一个伙伴，当你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音乐是跟你心灵聊天的一个最好的伙伴。经典的作品其实很少，很难。经典作品一直发自内心的，我觉得什么事走心都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回报。这个走心的过程里边，是你不能太功利，你得有一个自己的，是吧？哎，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您跟那个陈其刚老师一块儿，有一个采访，当时陈其刚老师就说到，说他是常年住在乡下，他去感受那个乡下的那种风土人情，让自己的心更加静，去创作音乐。我跟他经常看，我跟陈其刚又很熟，就这句话我也跟他开过玩笑，我说，那只能说明你还是需要借助外面的环境。其刚是一个，也是一个天才，其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而且他对中国这个文化音乐走向世界也是有非常大的贡献。他的《逝去时光》里面用的是梅花三弄，他的《悲喜同源》用的是阳光三叠，他让这些古曲焕发了青春。大家很难想象，在几千年前，中国已经有这么美妙的音乐了。我们最近因为在聊，在马勒根据中国唐诗写作品叫《大地之歌》。那么我们说，我们今天对文化走向世界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因为中国的文化真是非常的伟大，非常的这个精彩。我到任何的国家乐团演出，我必须要求有一个中国作品在我带出去。我跟所有的国际上，我跟纽约的演出，跟伦敦演出，跟巴黎的演出，跟说的这些大的乐团的演出，我都要求必须有一个中国作品。这是我认为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让大家能够体会中国的文化的这博大精深的是中国文化的这种传承的东西，甚至对其他文化的一种包容，我觉得也很重要。这包容是一种文化自信。我很愿意让你来了解我，我也很愿意了解你，带着赞赏的眼光互相来就欣赏音乐，就好比我们中国的水墨画，我们水墨画后有很多留白，这留白的空间是可以给你想象的，所以音乐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事情，给予别人想象空间，给予别人理解的机会，更多的让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是这样子，能够让中国文化更走入人家的心里边。其实爱乐乐团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把中国的故事推向世界，让更多的世界上这个了解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自信。我们中国爱乐首演了很多的这作品，包括像当时我们重新违约创作的这个歌剧《白蛇传》，这种故事对于在得到了这个普利策大奖的这个作品，十周年的时候已经曲目量已经是1000多部作品了。现在已经中国爱乐团已经快二十二年了，快二十二年，所以这个你说他年轻，他也是只年轻的团。但是说他经历过的这个演艺和艺术事件和艺术的这个工作，那是很多甚至很多老团都比不了的。是，他负有很多的使命，他参与了无数的国家的重大的这个包括艺术外交的这些重大的演出，我觉得，而且音乐家们到今天为止是一批最棒的音乐家，20年如一日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我非常感谢所有的音乐家们，没有他们是这些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不了。希望我们更多的是年轻人也能加入到这个行列来，能够跟我们一起，大家对这份文化给予一个完美的呵护。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走入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真正的文化的一个中心点。